觉得这是好事啊，因为他感觉是直来直往。没有，其实私底下就算讨厌他，我也不让他感觉到。所以你私底下就是说他是这样。哦，是哦。好，那你我看看你的答案。有点像 S 姐刚刚自己讲的，看到大家看到好不好？就算他就出场就好，还是得加。因为在其他人就轻松，因为当晚注意力。所以你会有这个压力吗？觉得每次去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你身上，压力还没办法休息。而且我听朋友说。就懒得弄了，所以其实在他不会帮他们看，因为他要妈妈进的立场，应该要不要找妈妈，因为男生不想听。可是我的好处是说，如果我从上下步，我会变得很健康。你不会，你会变得很失态。你会说话，你会说小脸，你好棒。不是，你会抱着小脸说"我好爱你"，这样不知道是什么。